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次的收听非常的谢谢，也非常的感激您又能再次的收听以及收看八方论坛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访问的是李正盛李先生，首先和在纽约家中等着接受我们访问的李先生打个招呼。李正盛，今天非常谢谢，非常欢迎，也非常的感激你能够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哎，我在这个手边呢有一些资料呢，很快的这个为观众听众介绍一下。这是纽约时报在最早在几年前呢，现在看起来已经是那个四年前登出来有关于您的消息。我现在借用他的这一些报道呢，把您介绍给我的听众和观众。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呢，经过在中国经过了十年的动荡的岁月，关于这场运动呢，李正盛就是您，李正盛的照片呢，或许是一个最完整、最微妙的一份图片上的记录。他继续讲一句，他说李正盛呢，曾经在黑龙江省的省会哈尔滨的一份当地的报纸工作，担任摄影记者。就在这儿呢，他开始从事记录文化大革命的毕生的工作。一方面，他为报纸拍下了正面的宣传照片，比如说被革命狂热煽动起来的人群等等，同时呢，他也拍下了负面的、更微妙，同时充满了质疑色彩的照片。他把这些画面定格在自己的胶片之上，然后呢，把它藏匿在自己家中香木地板之下。一直到文革结束，就是八十年代的末期。那么这些照片呢才得以在中国公开，甚至到了今天，《纽约时报》说，到了今天呢，由于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呢，他的照片仍是在海外呢要比在中国更加的常见。另外他也提到，他说李正盛先生呢，他的作品集呢叫做《红色新闻兵》，那么在海外呢赢得了很大的关注。另外他说这本300页的著作呢，有着红色的书衣，他模仿毛泽东的红宝书。那么他既是一个回忆录，也是一个历史书，也是一个照片集，他奠定了李正盛先生呢在历史上的地位。没错吧李先生？这一篇东西啊，是那个在北京啊，那个纽约时报那个驻这个北京的记者到我家里访问，四年前他发的是一个那个英文的网络版，在网络版上发了，是2页，是最近今年文革50年的时候，他们又把这个英文又翻译成中文了。对，我刚刚念的就是从那儿出来的。对，是。那么就这个中文的文字就是今年的前几个月发出来的。哦，这样。我想我们的主题是50年后谈文革，我想头一句话我要请教您李先生，50年后在回忆啊记忆文革啊，您的感想是什么？哎呀，一场这个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这个灾难的一场运动啊，至今年就半个世纪了。是啊，这个半个世纪，这是一个从历史长河当中是很短的，但是对于这些经历过文革、亲历过文革的这些人，那是很长的。就是一个世纪100年，经历了半个世纪，就是50年了。对。那么这些很多那个亲历者都健在。作为我呢，确实是用影像记录了文革的10年。那我作为一个摄影人呢，我也健在。所以今年这年对我来讲，真的十分的繁忙，各地都在邀请我去做演讲啊，去这个讲述这个我的文革照片背后的故事啊，是啊，讲这个我的亲历的一些事情啊，是。所以今天能有机会能和史东先生能够在您的这个八方论坛里面，这个我们来沟通，我很高兴，可以讲一讲，大家所关心的一些故事，嗯哼，因为这种媒介了，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媒介，以后永远在网上，人家都可以看到你的神采，跟你的谈话，跟您的介绍。谢谢。您刚刚谈到了中国之行，你也刚刚回来。事实上，我们第一次跟您联系上也是多少的2个月，就是您这个成行之前跟你联系，好像2个月以前了吧？现在想，是。跟我们介绍您的中国之行好吗？好。那个，
记得上一次咱们您跟我联络的时候，那个正好要赶上，正好你要走，对，你要离开，马上要对那个飞回北京去了。这次的回去的任务呢，一个是那个成都方面呢，嗯，举办的我的一个那个摄影展览，这个摄影展览呢叫李振胜温李振胜这个摄影六十年回顾展，嗯，那么这个回顾展呢，那个实际上他们也是着眼于我的文革照片，嗯，但是呢，由于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对于文革之间不倡导反思，嗯，所以那些激烈的批斗啊，那些那个负面的那些那个当年是属于负面的照片呢，就不能剪，所以他选用我一些文革十年当中的普通生活，嗯嗯，那么这样的话，就去参加了。我主要是他们邀请我回去，是参加这个开幕式和展览会，嗯，这个展览会我的影展的那个开幕。那么这个在这之前呢，就香港电台电视部，他们那个跟我联络，就是说要想拍我一部纪录片，嗯，这部纪录片呢，就是这个要就是跟着我去追踪采访那些那个我拍摄的文革照片的主人公，嗯，所以他们就先是跟在北京对我采访了一整天，那是六月十九号，六月十九号采访完了以后呢，又跟着我一块儿到了成都，就是到了我那个影展的，成都那是文化艺术中心，这成都影像文化艺术中心呢，他们主办了我的展览，这个在这个拍摄了我在这个影展上跟大家的见面呢，和这个对一些图片的解说呀，以及那个我跟大家的一些做了一些演讲，成都呢结束之后，他们又跟着我呢又飞机飞往从北京又飞往东北，飞往东北呢，一个是到这个那个齐齐哈尔，第一站是齐齐哈尔，是哪一位人呢？就是有我有一张照片，就是一个解放军的那个战士，当年从头到身上都戴满了像章。其实啊，李先生头顶是军帽上，李先生和身上亲兄，李先生，李先生，那个叫亲征者王国强。对，王国强，我就要打断一下您，我要向观众交代一下。嗯，在我们现在看你的画面之中，你的右肩上的那个墙上贴那个海报，就是你讲的那位先生，对不对？是，对，那么这张海报呢，是那个卡玛前些年那个邀请我到他那个拍的纪录片当中，这叫《八九点钟的太阳》，第一部文化大革命的大型纪录片。对，那么其中也用了我的一些拍摄的一些照片。嗯，那么这张照片呢，就是他制作电影的海报。嗯嗯嗯。那么到那里去对这个汪国祥那个做了一个追踪采访，采访之后呢，又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呢，到了我原来所供职的那个黑龙江日报社，到那里去呢，就是我在那个大楼里工作生活，在那里那个也是我这个新闻事业的开始的地方。也是我这个摄影的那个一个发祥地吧。嗯嗯，在那里，但是那个物是人非呀。对，那个看着那些那个我的当年工作的环境、工作的办公室，还有我和对别人进行批斗的那个大会场，嗯，和我被别人批斗，我又后来一人之后我又被别人批斗了，嗯，那样一些场景，嗯，那么在这里坐着和很多的我的老同事也都见了面，oh. 大家相互见面呢，这是感慨万千呢，因为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我们这些健在的人呢，大家都认为那段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这个都应该坦诚的面对自己曾经经历过、亲历过那段历史，是吧？所以这样的话，走了这么一圈，在那之后，回到北京之后呢，香港也邀请我到香港去参加了7月20号到7月26号的香港书展。在那个书展上呢，他们是从这个
那个出版我那个红色新闻兵那个英国的樊登出版社，嗯，这个这里那个挖到了那个书库里的最后的那么100多本，英文版的红色新闻兵，嗯，那因为他又不再出版了，就是绝版了吧？哦，那么在那个香港书展上还请我做了一场演讲，嗯，跟读者见面，为这些买了书的那个读者签名，嗯，参加了这样一些活动，最后我就返回北京，就飞回纽约了。哦，就是按照我们原来的约定，嗯，您当时说等我回到纽约以后，咱们就连线做这个访谈。对对对，这个我这些年来这10多年来，我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方式的访谈，但是史东先生，我在您这用这 Skype 这种方式来做这个访谈，那但是是我接受访谈当中第一次。不，我个人的这个感觉，因为我在电视访问也好几十年了，没有50年了，但是好几十年了，就是这是一个以后用 Skype 访问全世界的人物，的这种情况，你会在电视上会看到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趋势，而且我非常高兴呢，能够在这个趋势之先呢。能够这个访问到这个李先生，李先生有一点呢，我想了解一下，也带我的所有的听众或者观众问一下，请教一下，这一次你回中国大陆啊，虽然名义上啊，你不能说是为文革回去的，但是实际上呢，跟文革有很大的关系。您所接触到的在中国大陆现在的人或者他的风气，他们对文革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应该说最近的一些年来啊，不光是今年了，嗯，我是每年呢都有那个大陆有些活动邀请我回去参加，嗯，那么我也在很多个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中国传媒大学，等等等等，有20多所。高校我做过演讲，嗯，那个我的感受呢，是人们对于文革没有忘记，哦，没有忘记文革，那没有，那包括那些年轻的学生们，嗯，他们不知道文革，不是他们忘记了文革，因为是大人没有告诉他，经历文革的一些人，包括他们的亲人，他的爷爷奶奶或他们父母。没有跟他们讲文革，所以在大学里那个一些大学邀请我去做演讲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讲什么呢？嗯，他们说讲文革。我说那好吗？我说要讲文革，在当前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新闻媒体当中这个主旋律，嗯，这符合吗？嗯，那大学都说我们毕竟是大学，我们作为大学呢，就应该有我们的一些学术方面的。相对的自由，嗯，那么作为让年轻人知道他们的父母，他的那个爷爷奶奶那一辈经历过的历史，这是应该的，所以我就从这里我感受到，那个一个是这个，这大学这些老师们，他们也是用心良苦，就希望我多讲文革，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文革。那么我每讲过一次以后啊。学生的反响都很强烈，因为他们说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不跟我们说，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我们那个讲到那个文化大革命啊，也讲到了，只用一堂课，哦，一堂课在中国的一堂课就是45分钟啊，嗯，这45分钟讲10年就带过了，带过去了以后还要讲这10年当中，这个他们这个对于这个文化大革命当中产生的伟大成就，这个伟大成就是什么？比方说，我也拍到那个照片了，就当年第一颗氢弹试验爆炸成功了，说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那就是文革当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尽人皆知，科学实验。都不断地在进行着，你不管你有社会里有什么运动，科学实验也在进行，
正好在这个时候实验成功了，就爆炸了，就赶上的是文化大革命了，就把它拉生拉硬扯的变成了文革的成就了。成就。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呢，科学家们实验也成功了，也照样的要爆炸嘛，是不是？所以我就说，我说这个真是一种这个悲哀。本来这个文革是一场巨大的悲剧，是实际在世界上来范围来讲，就是人类的人为制造的。